你多娃哦，杨老板。这人是不是陈志明啊？他昨天晚上开过来吗？我不是没开过来啊。是吧？好久没。你刚到了，然后好像是黄湖那边到镇上那边。啊，今晚下雨，这个。这边的。 森林派出所，这里派出所，哪里工商所？加到微信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把它，你们留住。站好，给我。当心啊！我们是。你们一起凑合着。啊，那边有几个小孩啊？你们这里现在要不要小孩？现在你这个去拘留起来，如果你们我。